食环境。此外，为应应国中小校长角色与职责之多元化，为将考虑定全国一致性的国中小校长专业标准与培育制，比借由系统性的校长培育课程、实习及相关配套措施，如校长专业成长制与支持体系，培育符合现代社会与学校教育需求的国中小校长。最后，本部将透过建制全国国民中小学校务经营资库，提供国中小学校长一个跨域的平台，强化校长与教师间的专业发展活动和对话，提升校长导校能，同时透过与他校校务经营资的交产身心的活化与再用效果，进而提升我国中小学教育素质。五、实家庭教育功能，以普及家庭教育宣导面向，为倡导家庭价值，推动家庭教育终身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书。2013 Prosperity Index。 102.12.4转型与突破，培育多元优质人才，共创性繁荣社会。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书，中华民国102年12月4日，序：人才是国家繁荣的资产，教育是人才培育的摇篮。教育可以将人转化为具备专业技术与能之人才，是个人发展、社会进步、经济富庶、国家永续的基础。世界先进国家莫以教育作为国家长期发展的根基。2013全球繁荣指 Prosperity Index 报告指出，我国在142个受评比的国家中，总排名位第22名，教育即为繁荣指的八项调查指标之一，可教育是促进国家繁荣的重要因素。民国99美国著名作家富曼 Thomas L. Friedman 台演讲时就特别指出，台湾虽然没有石油、煤、战术等天然资源，但台湾有丰沛的脑资源。总统也曾积极
培育延揽人才是我们提升竞争的第五大支柱。人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，也是国家发展的关键。鉴于人才的重要，拟定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书或化为人才培育之图，时刻融化应届由教育培育社会需要的多元优质人才。这样国家才会源源不绝的向上提升，才能强化国家的竞争。为此，教育部特自民国101七月开始着手办理。定人才培育白皮书之相关事宜，民国102教育部以培育优质创新人才，提升国际竞争，为教育整体发展愿景，并将发布人才培育白皮书。培育优质人才为12项施政重点的第一项，目的就是其借由前瞻及宏观之教育规划与推动，为国家培育多元优质人才，让国民生活康，社会经济富庶。本白皮书以转型以图突破为主题，是希望在面对